欸，没有呢，这个是夹子呢，垫地板。换另外一局，地板哦、喔，啊，地板是指这一种吧？由下往上那一种攻，这个可以啦。这黑洞呢、欸？黑洞嘛，没卖。好了，可以了。A 洞加电器哦、喔，我买。哎，干！我按开始了，几掰？我要测一下哦、喔，这哪掉？地板，谢谢掉。对，这个拿掉，装这个。陷阱无效，很迷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刚看到它有一个东西无效，这样就没办法。有一个比较简单的，这样。天子。还是有一点缺陷。这这么猛，好，就这样了，该有全部都有，只有。尼纳塞，他们台词除了“喜尼纳塞”就没有了嘛？走，苦拉伊纳塞，本来还有苦拉伊纳塞的。不算吹飞哦，好，这个不算吹飞，不过这个是他的弱点属性，所以在这个弄完之后呢，放另外一招。
嗯，对啦，交替就好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也不对啊，干他那个很难搞哎、欸。想想，到底有没有什么好方法？哎、欸，这一只它会补血，可以看到爽。 这个会在原地，地啊，有没有办法让它移动？比较麻烦的是要让它移动，它如果不移动就，这个会往前移动了，移动，哎，不对啊，干这本身就有了，北七，但可以了，想太多。 这样子先试试看，这不行，我再想办法。哦，干你老师，贱女人，你知道死了。把你记起来了，好不？记起来就换一边，没什么差别。 啊！好快！太快了！你能够换一边吗？大神，大神，你换一边好吗？你可以换另外一边追我吗？你要这样两小无猜跑到九点的？妈的，已经10点半了！啊、哦，好好，干得好，干得好。 哦，他已经记录在这边了呢。哦，他已经记录这两边不能走嘞。重来好了，不用同一个方式打。但是要先 weak point 结束，不能同时吧？我觉得。 要先确定弄完之后再搞他的，好不？不能同时有不能同时的玩法，我有我的做法。I know, I know, I know. Okay. Ready to work. 赛，看你娘家赛，看赛，他速度比其他之前的那个敌人还快。 所以我要比平常更快一点。看，贱女人！
这样有了吧？没有呢，这不算吹飞哦。需要这个不算吹飞，这个算平放，是不是？都把那烂黑洞换掉了。干，这黑洞比我想象的还要烂。如果我的论点没有错的话，这样子可以成功。神，好快！而且我怕被他射，但会绕呢。对啊，我完全踩在上面的时候呢，跑超快的，又不好算他位置，超级羞辱。干！重来，超麻烦。他倒的位置不够远。妈，大家想看你没有穿衣服的样子有那么难吗？你就成了大家吧，你就一了吧。跑错边的啦，这里啦。好好，大家听得懂了吗？哦哦哦哦！没有破，哎、欸，破了呢。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鞭尸，哦，这大头要破得真漂亮，好生气哦！妈的妈的！哦，烧！啊！哦，要想办法搞他。
他这边是不是都记录起来了？是呢，他已经记录了。他这边不能这样玩。哎，这边不能玩，换那一边玩。 那你这么喜欢这一边，我就成全你啊。不过这边不能吸墙壁，因为不能控制它移动的方向，这比较麻烦。哎，可以先让它撞墙，也是个好主意。撞完墙再吸墙就好了，不难啊。不过前提是这计算上是没有问题的，计算上有失误的话就肯定。 计算上大成功啊！来让大家看看你这修女有多么龌龊！你这淫荡的修女，死吧！啊！ 没有，吉卡拉奥，老天爷救不了你，死吧，淫荡的修女，死吧！ 哟！啊！啊，射了！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太神啦！然后嘞，看看，村民有没有搞头啊？还有什么比较好看的？一般小兵就算了吧，那方面特别。看巨汉战士好了啦，哎、欸，查一下巨汉战士的那个弱点啊。想看这个？哦吼，体力 type， 赞。你要帮我查一下。体力 type。
再来查一下啦。 快点啦，有没有啦？对，我最爱体力 type 了。都不懂体力 type 的美好，滚！基因中心不接受，垃圾。 最爱比例啊！看有没有比，这都小兵欸，小兵应该还好。双马尾，也没有双马尾，单马尾，也没什么好肉的了吧？这只，我觉得只能挑 BOSS 欸。 最难搞的是这一只吧，这只其实我不敢打欸，我觉得我会先被它秒死。体力 type， 这也不错，弓箭妹，这就脱得掉的了吧，穿那么多。 哦，有欸，比例欸，赞，最爱体力 type 了。冲啊，体力 type！
干，掉错边了，抱歉，再来一次，的错。可是我刚刚怎么没看到 weak point？ 落ちなさい。嗯，我过去了。没有 weak point。Hello， 是不是贴错啦？没有 weak point 啦，会不会啦？没有 weak point 啦，错了啦。根本就不会破甲，在那边胡乱，气死我了！亏我这么开心，就这样欺骗我，啊！我要满足我自己，前进吧，比利！不要放弃啊，比利！旋转吧，比利！接招吧！我们全力的哲学的一集啊！啊！啊！升天，这BGM还真是好听。想看巨山战士破甲，我就知嘞 ，Celia 是我贼啦，想看个巨山战士都不行嘞，气死我！阿西乌拉吉尼啦，说要看就看哦，又没有付钱，以外看个巨山战士都没有。Celia， 我坐啦，紧你啦。